来来看一看，人字加一瓶血素六个，奖励500块，10块钱一次啊！来看一看啊，搏一搏啊，单车变摩托，赌一赌，摩托变路虎。来啊来啊，都来看一看啊，人字加一瓶啊，血素六个，奖励500块。哎，兄弟，怎么样？要不要试一试啊？老板，你这个血素六个人，就奖励500块啊？不是，兄弟，你搞错了。我这个是啊，人字加一笔，凑出六个字，就奖励500块。那10块钱玩一次？啊，对对对，10块钱玩一次，10块钱赢500块啊，很划算的啦。来试一下吗？那我玩一次吧。兄弟，给你笔吧，写吧。好，一个，加油啊！这人字加一笔，不还是个大字吗？就这一个字。你这是骗人的吧，骗子！切，自己写不出来，说我是骗子。小伦，这是怎么了？你不高兴啊？小丽啊，别问了，我刚才啊让骗子给骗了。骗子？他怎么骗你的？他说人字加一笔，只要写出六个就给500块钱。哦，这样？那人字加一笔不是能写出很多个字吗？你写出几个了呀？我就写出一个，一个大字。你就写出来一个啊？那你告诉我骗子在哪，我带你去会会他。就在那边呢，我带你过去。啊，好，走。来啊来啊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，都来看一看啊。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，赌一赌，摩托变路虎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啊。来啊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。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，赌一赌，摩托变路虎。哎，老板，你这个怎么玩的？哎呀，兄弟，搬救兵来了。呵，美女，10元一次，写出六个呢，我就给你500块。六个？那如果说我能写出8个呢？切，写出8个？怎么可能？你要能写出8个，我把我兜里的钱全都给你。老板，那你这兜里有多少钱？多少钱你也拿不去啊，不多，也就2000多块吧。你要能写出来啊，我全给你。好。哎，不对，你得先给钱给我啊。来，给你。给你，老板，你看我这都写出来了吧？不是，你这都乱写的吧？滥竽充数吧你！老板，我是看你自己没文化吧？我来给你普及一下汉语吧。这个念吉，这个念个，大吉、王吉、西、次。啊，美女，你是大学生吧？老板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的确是大学生，学的呢就是古汉语专业的。不是，你来捣什么乱啊？不好好在学校读书。老板，你该不会是想耍赖吧？你又没有说不让大学生玩。再说了，我这都写出来了，拿钱吧。唉，算我倒霉。下次可不要再骗人啦。走，我们走。
亏死了。老公，你帮我拿一下铲子吧。没看见我在忙吗？快快快快上啊。哎，你怎么搞的？喂，哦，你在那等我，我马上到。谁打电话给你的呀？你要去哪啊？你管那么多干嘛？做好你自己的事就行，女人家的别管那么多。哦，我知道了。这就对了。小鹿，又去打麻将？嗯，他们老说三缺一，叫我去赢他们的钱。你说我能少他们的心吗？对了，建哥，你要不要一起去啊？当我傻呀？去了那里白白赢我的钱，我就不去了。哦，对了，你老婆都怀孕了，你不在家好好照顾她，天天出去打麻将，这样不太好吧？哎呀，哪个女人没有生个孩子，哪有这么娇气的，才三个月不到，不急，她会自己照顾自己的。那我走了。这小子整天就知道打麻将，孩子出生了，不能靠打麻将过日子吧？不行，我得帮帮小丽。小丽。哎，建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小丽，你怎么想的？想什么呢？我能怎么想啊？哎，真是被你气死了！你每天勤勤恳恳的做事，现在还怀孕了。可小鹿现在整天出去打麻将，你就不能管管他吗？我怎么管啊？管不了就离开他呀。可我不想离开他，我不想让我的孩子没有爸爸。可他整天就这样不求上进，整天就知道打游戏打麻将，这样你喜欢吗？这不就得了，这一次你就听建哥的，我帮你，让他知道没有你他会过什么样的生活。真的吗？他真的会改吗？建哥什么时候骗过你？你快去收拾收拾，跟我走。嗯，好。慢点。真晦气，选输了。小丽，小丽，做饭了没有啊？死哪去了？这小丽怎么还关机呢？建哥，看见小丽没有啊？没有啊。好吧，可能是回娘家了，我去找找看。建哥，小鹿她回来了吗？你放心吧，一切按照我说的去做。嗯。小丽，你去哪了？这还在晕呢。是我错了，我再也不赌了。你快回来吧。小丽，你干嘛？你现在过去就前功尽弃了。可是我看到他那么难受，我也控制不住难受啊。建哥，你就让我回去吧。你放心好了，再等等看吧。都是这双爱赌的手，都是你害的小丽离开了我。行了，够了。老婆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想着自己赌博而忽略了你。我发誓，我再也不赌博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只要你不赌了，我不会离开你的。
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。